有车在追我们，正后方来了。哎、欸，是他哎、欸，是他哎、欸，大陆人哎、欸。那个 Panda TV， 对对对对，他是实况主播，他是实况主播，就是上次我们家那个人啊，他翻车，他翻车了。是了没？Are you happy？AK47，这个是 AK47，一个跑掉了。燃烧弹的范围好奇怪，范围奇怪。啊？阿金，你后面有狗。哎、欸，一起来挖狗，快点！哎、欸，先杀完，先杀完，先杀完。一起来挖狗，啊、你刚才不是才说不想用？要一起倒数啊！你啊，问题是人家对我用了，我也只好对他用了啊，对不对？人家都扒你一巴掌，你还不动手？对啊，我又不是耶稣。来，快点啊！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，还没出，还没出，有，正好棉花阵啊！等一下啊，找一个数吧，数到三，三，三，二，一，按。好多人一起在动手啊！有，两罐有，我也有。哎、欸，我两个肉而已。哎、欸，好贱啊！这招真的超贱的。我这个肉而已，好鸡掰啊！哇，了解了解。哇，一只动物可以搞十个油出来，他妈的！有啥想子弹？而且他们还十几个人以上哎，一波挨100次就有一大堆油了。今天先拔油就好了。真他妈最多只有6个而已啊！哇，连麦连麦连麦跟肥料。哇，还一直说我们爆猎物，该炸了吧？三二一，按。两个有，两个有，还有棒，爬土，哇，十个，有，好了吗？好了，三二一，按，好多人在那边挖手，什么动不动，这真的好可怜，两罐，哇，烂东西哦，在哪？还有吗？哦，有，哎呀，这边。梅花烙阵，哎呦，三二一，我等一下有个家伙丢个巴拉全死，干我断线，烂死废物，哎、欸、有熊哎、欸，有熊哎、欸，好远哦、喔，那边，很远的那个地方，等我，哦，我看到了。跑过来啦！你这样直接打一枪算了，打没有打到，那、啊、你怎么不打、啊？因为我刚才瞄头啊，压他啦，用压的啦。哎、欸，没压到！哇，他们要死了，他们要死了，啊、他生气了。他在干嘛？死了没？他在吼叫。他死了，他在示威。你要怎么站着不动？来，上了吗？我们先挖啦，我们先挖，等不如我们去挖别的就好了。熊会有油吗？有，干你新手，好了吧？好了，你数啊，二一，按。分组可以，好难演的，耶！两个肉、啊、没有油，这是没有油。熊好像比较少油、哦。你们刚刚都有，有人没有？你们都有挖到复数的油吗？有，都有。现在身上有六个，我现在有八个，我四个，我四个。哦，爆头。我有四个，啊，这样好快耶！对啊，这样1000个不是梦想啊！先把车子开回去放吧，车上连麦那些都放一放。啊、手榴弹投掷场第一次投掷，你是中国人吗？怎么那么娘啊？哼三小，哎、欸，我炸爆一台了！碎，我太强了！哇，这垃圾车爆了！出不出来呀、啊？喂，出来中子弹啊！垃圾，右边那台不见了。僵尸，不要紧张。什么 Panda TV 呀、啊？这大陆又自己造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漏奶直播网站，还有什么斗油哦，还斗鱼啊，什么鬼东西啊？还有一个人在这里。等你爸回来哦，赶紧背回来哦。要记了。哎呀，我们家的肉很大了。哎，你说的是哪一个家？有几个家，我觉得大几个。
哇，又炸了几个，这什么口音啊？欸、你不露来后面救我，嘴巴里面是含的什么狗屎啊？啊！不露，妈、啊、的、啊、中国人啊！中国人就他妈的。台湾人说话都这么讲啊？没有啊，我是学你的啊。你的鸡鸡全都掉了。没有哎、欸，我八尺长，你多少？可怜呐。我长边八尺哎、欸，你这个中国人多少？多长啊，中国人？你哪里人啊？30纳米，30纳米。哇，那在大陆直播如果够热门、够火的话，那不是很好赚吗？千万，千万，年薪千万。哇，超爽的啊！真事儿，真事儿。那住这个家那个 Panda TV， 他算火吗？不算火吧，普普通通这样啊。他太吹牛逼了，观众都跑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为什么要自己吐槽自己？没有，就聊天啊，就他自己讲的、啊。我们走几步就断，走几步就断。这样一直断线差不多。一直断线其实玩不太下去。其实这样打来打去哦，大家都是好玩而已了。其实打来打去是好玩，不过断线的话就感觉就不太对，就没意思了。对啊，这打着打着卡住了，别人把你反杀了。小心有人要丢东西。嗯，有人在上面丢东西啊？他丢我了，但是都没丢到。你在地基底下。对啊。手枪，手枪 ，AK。走了，我们回去了啦。怎么样？回去了，走吧。他们真的升级了。哎，住，看我的尸体，我在跳。是 Terry 吗？要死了，怎么还在跳啊？你是青蛙？你有什么宝物吗？还好，就一些 M9 的子弹。你要不要捡布鲁的包？捡就我们走了，回家吧。对啊，他死了，怕捡吧。我不是一直失血、啊。上面有人吗、欸？你有包吗？没听到声音。都要基础的。因为我有千二的，给你。不过布鲁没有的话。有，他有。回家吧，我帮你。